勇哥介绍的好吃的甜点都在家啦，没错，而且要给年轻人鼓励一下，就在隔壁，真的走不到十步吧，来，到这边，哎，好好看哦，那个外套，是，嗨，你好，你好，勇哥介绍的，是，我们要讲好吃甜点，哇，哎，好多甜点哎，真的看到你哦，不会想要跟你讲话，就一直在看甜点，不好意思，对，老板，听说你除了甜点之外，还有别的，你们家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古籍八卦门，勇哥我跟你讲的，我们来这边就在寻宝，来闲逛在八卦门，先来你这边的奇门遁甲，哇，在这边的，你这是安尼，伊较早古厝，哎，古厝伊是三间连做伙，因较早一个大家族住伫遮大做伙安尼，啊，这是较早就灶卡。真水呢！他看大户人家一进、二进、三进啊，对，你看这里门、两个门、三个门，它真的就是一个很漂亮。以前安尼起厝应该是有伊的风水地理的问题，应该是有。阮厝厝因算较早台南算大家族，这个上面蛮特别，它那个门一打开就直接是屋檐，应该是一个阳台，是一个阳台跳掉啊。如果不知道的人，你还真的不会进来这边可以看哦，也让现在的小孩子了解一下，说其实房子的架构并不。不是说四四方方形，它还是很有很多它自己古早的一个味道在。但是重点来了，另外一个味又在叫了。好来，我们要去吃甜点啊！来吃好吃的，对对对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来，一起吃饭啦！这个柠檬塔千层派，然后这个是达克瓦斯，哎，它真材实料，哇，里面是满的，这应该是金沙，假没有，试一下，试，我先试一下这个小块的先，他好像对咸的都比较有兴趣哈，对，金沙没有吃过，实在是太好奇了，应该说有点海盐的那个味道，有点，我觉得这个口感像什么，知道？我们小时候吃那个西点，不是我们牛栗，对，那个口感，嗯。金沙那个咸蛋黄的感觉很香，很出奇的搭配哈，非常好。没有想到那个咸的跟甜的这么可以这么的。听台南的朋友也是有个历史。咸蛋公，你来台南哦，吃咩啊？你有感觉较甜？这是台南人一种礼数。礼数哎。哎，今天我台南的朋友足侪拢甲我讲安尼，无甜无礼貌。哎，较早食甜是好呀，老家有好早食咧。你来阮家，我都是摕上好上贵的物件招待你，就是什么东西我多加一点糖，多加一点。这个是一个台南人的待客之道。原来哦，甜的讲完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柠檬塔。哎，柠檬塔这一定要看一下剖面。我这好紧张，好有压力。你是外科医生对不对？柠檬。哦，上面是软的。来。单面秀，断面秀来了，断面秀，面秀，哇塞，超美，拍得到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拍得到吗？我觉得上面是慕斯，哎，很漂亮哦。它底下还是有一块饼干的，要整块送进去，超美，生逼啊，生逼的，超美的。到后面那个柠檬味有没有？嗯，对，整颗柠檬这样爆的感觉，很好吃。然后那个饼，生逼啊生逼，对，酸甜，而且它还有一点点的奶慕斯的那个味道，奶慕的来自上面这层白色的布。那你到最后你还会有一点那种微酸，那个眼睛还会这样，哦，有没有炸一下眼睛？男女朋友过来吃的时候，对方炸一下你就哦，别再抛媚眼了。你想太多，先生，你眼睛还好吗？就是怕汤。那来，还有，原味煎，你来切我的吧。一百多层，有，真的耶，可以多一百多层，千。你可以吃到那一片一片的那个口感，而且它这样有一点半退冰的状态，真的有一点像冰淇淋，哎，很妙，难怪我们勇哥大力推荐，来不及他龙虾就不要吃完了。我们摄影师都不吃，对啊，不是他想把我拍美一点，但是不小心我嘴巴就进去了，然后就吓了一个大跳。你试一下，不是讲我对你不好，该怎样？哎呦！你要小心，有没有美秀姐对摄影师情有独钟哦。我起码五行啊，我起码五行啊，我起码五行。那个入口即化的感觉，没错，姐姐，还有好饼，我看看先看到这个甜点啊，是啊，你有想法？我突然想到了，我在台南还有一位好朋友，他呢，他在做甜点哦，他做的工作跟面粉有一点关系。完了，对，因为我要吃了。你放心，去看电视。好，但是东西要吃完。对对对，来。大连，对，你讲全美戏院就是跟我。
我们有关系嘛，这跟就业演员吧，那哪有去看？过来来家做宣传，啊，或是我主持首映会之类的。我跟你讲，接下来有厉害啊！我们往前走就会看到我的好兄弟面包车乐团，真的有在卖面包哦。志毅，哎，哎，好可爱，小姐，面包车，好可爱哦。是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对对对对，你们都在这，你拢在这，罗浩徛在这边用。拜哥拢在这，拜哥在这。你讲伊伫面包车内面去做啥？他是面包车乐团里面的团员，唯一一个真的在做面包的人。没错，这个真的都是你做的，真的是他自己做的。哎，你干小姐，你不是去进？怪胖的是，绝对好食。健康，健康，卫生。无咧，人迄个啥物？人工的乱七八糟，啊！不过你只要行李敢无好，你车嘛坐，时好时坏。有当时我来提起有借用。哦，很棒很棒。对对对对，袂计工诶。对。这个就要实验一下。其实啊，像这个盐可颂，是现在啊最流行的，是袂当伤高的盐，爱薄薄啊尔，咱来试看卖。那个野吐司嘛，真有名哦。真的吗？有不同的口味，我今天看到原味，我之前还看到有抹茶。来，只吃一个，就那是一组的。哦，难道好香？花样拢有诶。是。好香哦。好香哈。这都自然发酵，对不对？自然发酵。对，要自然发酵是要时间的。那你们去炸被炸了，就是低温长时间发酵。因为我家己是面包车乐团嘛。是。啊，我顶一个工作呢，我团叫面包车。啊，你有来买面包？啊不，我的顺便培养一个一技之长。这胖，结果你看他弄得很厉害啊！你按中波生嘛，不去开餐厅，那你开什么面包生？你真的去开个面包生？人家吐司很好吃。你不要再开了啦！可以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你赶紧开。我先负责把这个盐可颂处理掉，好不好？这个跟这个口感又不一样啊，这个有追魂。哎，咱即摆胖嘛食吼，对唔？对。所以人家爱打工换面包吃。真的？我们想要吃吃，付了钱就走了。没有专场哎。做人无这辛苦哎。我跟你讲，待会呢，咱人到位啊，即摆上下班时间拄好，咱面包食食，肚子填饱，咱即摆来倒北胖。帮卖面包。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做，效果不错，下次就换你嘞。老板较肯为你，卖骨甲来。不是下礼拜林哥来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只吃几块面包，没有办法多吃一点。哎，你吐出来，下礼拜我们还要来。对，我吐出来。对对对。阿你那边搞到啥工？有没有那种喇叭之类的？对对，我好像有一个喇叭。喇叭我有。太棒了。那我们有播音设备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卖啦。我们专辑有合唱一首歌嘛？威巴里，威巴里，对对对，好，没问题。唱这个好了，来跳一唱。刷掉你这金条，来呀！哎，来了！满满的火感的面包在这里，满满的火感的面包。你能心花中感情，我一个电影我瞬间满意。哦，水你嘛歹脾气，不该人袂瘾，乎你挂手机。会听无嘴，你讲的啊！来来面包哦，好吃的面包哦，来呀！面包哦，有没有要买面包？面包车，好吃的面包，来，你是买的吗？来，来。I will always love you.爱你的真情可比他爱朋友。阿牛，来去倒位？哎呦，突然间这车水马龙了。有。他下个礼拜他要很辛苦哎，因为现在叫串礼部来的，现在叫他回来，不然集团啊呢。周五都在。哎呀，我那摆边那边。周五在对不？每一周大家都来期待。对，而且我三十一号会开始。规格一下子变太大。真的快卖完了呢！真的，我在紧张，我的面包快卖完了。你要吃哪一个？你先留嘛。我知道他对于这个要下去做面包这件事情是非常用心，而且钻研非常久，非常有信心，跟乡亲们推荐说：“哎，进来来参考看嘛，这非常好吃的面包，这样子不丢脸，但是我觉得很辛苦。”因为说真的，你把面包车放在那边，大家以为你停车，没有人知道那是在卖面包。但是如果年轻人你能够熬过这一关的话，我觉得主顾客一定会有的。你只要哦，在路口或是哪边看到年轻人，或是看到老人家他们在卖东西，真的尽量去改改工位，然后去个旁场，
你不买没关系，跟他笑一笑，打声招呼，看一看他的产品，让他有点成就感。其实，在那个过程当中，应该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情味。兄弟，我们今天有业绩了哦，有了，我们今天有业绩哈，非常好的业绩，非常好的业绩，请客，要分润，分润哎，没问题。这次来是因为啊，竹生想要请一位大哥吃饭，啊，你应该也认识。厅长啊，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洗刷到底来，到底来，好，来来第二盘，一起吃饭吧。竹生哥要下厨，好啦 ，OK， 那我们要去跟厅长会合喽，因为我们要赶快去备菜，我们要备菜。对对对。厅长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我就听到来的是哦，没有两位主持人先体验一下，在这个跨年夜的时候举办一个敲钟祈福的活动哦，这个是很难得，因为通常这样的活动是在年底跨年夜的时候才会举办的，只是一个在台南的所有这个，你这样看很多，台南有一千多个庙，很多的庙会来一起参与。刚刚今年已经参加的庙的单位有400多间了哦。哇！你看我们台南庙最多。对，这400多间不是刚刚庙鸟，够天主堂、北教堂、基督教的教堂，跨宗教、跨宗教、跨宗教。是，因为教堂也有宗嘛。对对。啊，所以这个跨宗教的事情，我觉得太有意义，而且我敢说，全世界在台湾教或者发行工具的代志，是就在那。跨年的子时，对，跟大家讲，对啊，耶，哎呀，大家拢平安呐，相信大家跨年，来，直接来，这边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对对对，花火鞭炮来。就是这支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支来。哦。今年参加的庙宇吼，每一间庙拢会送一支这个香水，是特制化的，啊，顶管有有名聚福宫，诶，可以做纪念，会当用家己的手来敲钟。哇，自己也可以敲哦。对，排队这样一个一个敲。大家买，我只是当谁，你知道？不不，会再来体验。爱好会知啊，咱故乡家有这里仪式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是我要回家，为什么我要去敲钟？对，不行嘞，忘掉，哇塞！好，你问清楚吗？今嘛，那嘛当那嘛给有鬼啊嘛，对不？嘿，是是是，感谢感谢感谢，嘿，这个也对阿公，感谢对阿公。一声就好吼。你敲在哦，我唔好跋倒哦。好。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有那个庙宇的，你看，今麦今两寡固无听到尖的声，觉得身体有一种被净化的感觉。有那个声音，好，换第二位。这个声音会反映出这个人的心境。哦，我奇怪没有？爱温度，好来啊来啊！祝福收视率一飞冲天。愿望很大，愿望很大，对对对对。后来换竹生哥，画力很大的感觉。哇，好刺激哦！祝福大家。身体健康，一定要的。哎，好刺激哦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定要的。哎，像在一个空间感，然后有一种洗净了，从上面这样敲下来，如沐春风，是没错没错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影片都录下来，回去要重播这一段好几次。没错，毕竟啊，要体验的人哦，其实你在跨年的时候可以来我们台南体验，可以到庙里面来啊，体验一下敲钟之外，而且当地哈，那一天有参与的庙宇也会庙底下弄开放，大家也在底下开杠啊，啊，底下做很多活动，我们都一直叫他厅长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就跟我的老哥开玩笑说，你那吼，我弟弟不敲钟的代志，你命。口料太好了，为什么？他一岁娶一个蔡宗生，他的夫宗生啊，娶来听宗生，宗生在做宗生的活动啊，你觉得很有趣吗？哇，最好呀，最好呀！那你刚好你来玩转来罗万福街，啊，等你啊，是，咱要来去我在台南第二个家，第二个家的住处就是蔡宗生大哥听丈夫人啊。哦，你这宗生这竹生真生生不息。对，哎，你来台湾两个开玩笑，我要跟你谈不认识嘞，你来这跟你在做做咩写歌，你根本就全部拢搬过来啊。对啊，差不多。台南我拢讲不是来台南，我拢讲哎。我要等你啊！我要等你啊！我要等你啊！亚好亚迪啊，我常常做个这种感觉，看起来是真好，这很难得。对，所以等你哦，我要煮一下料理和各个家庭。是，我们 together 啦，一起 together。期待。啊，我咱今晚再来见面，好吧？哎，这样做你自己也可能。哦，对。
展开明年的台湾美食地图，一起吃饭吧！即将打开你的味蕾。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快点快点！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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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快快！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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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